2024甲辰年同安寮十二庄请妈祖暨第七届妈祖文化节则定国历四月十三、十四日恭请鹿港天后恭敬香妈、新祖公同安妈绕境赐福。彰化县政府支持并保存文化民俗活动于十三日一早，彰化县长王惠美及同安寮各庄头代表前往鹿港天后宫、新祖公恭迎天上圣母圣驾，随即展开两天一夜的绕境祈福活动，途经福兴乡与浦岩乡境内部分村庄，晚上将在福兴乡大公馆社委村国殿庄安和宫祝驾并举行团拜仪式。明天绕境队伍将回鹿港天后宫恭送敬香妈回銮，并恭送同安寮十二庄各宫庙神尊銮轿及阵头返回各宫庙后，即圆满完成这次妈祖绕境祈福活动。老早大家妈离开中华，今天开始又是咱十一庄请妈祖，这是具备有无形文化资产的这个活动。那会使讲啊，甲咱这个后边五爷嘛，顶顶的十一间，这个十一庄头十五间庙哦，那透过今天明仔载两天，来咱的鹿港请妈祖、新竹庙请妈祖了以后，会使讲登记庄头哦。落去这个寺吼，然后敬。那暗时呢，有一个隆重的这个团拜，同时呢，今仔文化局嘛安排着明华园日剧团，伫咱的这个高点啊车来做演出。那最主要今年都嘛真特别，就是讲今年的镜头慢慢啊有改变，这个镜头出来，充分把过去的文化元素一点一点的加以衔接起来，那进入具有很可看性哦。那欢迎咱的乡亲哦，今日刚会使利用假日经过，然后呢，追随着妈祖做伙来啊，祈福舒服好咱的这个乡亲。这边这岁真好，上面这迎来龙凤冠，有咱的环境，咱们这岁真好，华南的气息，咱们咱的文化，咱们赞助文化局奖励，直接大家拢来搞气息。就是跟咱感谢注意行人方位，还是跟咱感谢再感谢感谢环境谢谢大家各位乡亲大家对咱今仔日好日子，明仔好日子来请咱祈求敬庙了敬事大家若有闲尽量来参与用各户咱馆长全力的拼，林华园大家咱时间大家来看大戏大家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